抽七博士，我等下如果不爽我就自杀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宇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PTCG 对战，又来到我们 PTCG 的对战系列。那 这一次的话就是打第五弹的牌组，这样虽然第五弹刚出没多久，但是我们有稍微组了一下，然后今天有揪时间来玩。那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 Justin， 对，那 Justin 的话其实蛮常跟我们打牌的，对，他跑台中又跑台北，对，都跑，你很夸张哎，没办法，就是我也台中人，全部打，对吧？然后你蛮常去牌店打，对不对？台北比较常跑，好，台北比较常跑。那今天一样，就是我们本节目感谢我们猫草印赞助播出。有事没事想练牌想打牌就去猫草印打，想买牌也去猫草印玩。今天的话我们有一些规则，今天的话算是就是夺盒，只要就是你今天赢我，我们就送他一盒 B。然后假如说我赢你，我们就把 B 抽给观众，因为大家也蛮缺的。而且今天听说你的牌是不是刚好需要 B？对，我这一副牌的一些关键牌其实都在 B 里面。哇，你知道 B 现在有点大家都滞销。对对对对对，有牌如果是靠 B 组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各位可以给下方资讯，就是也有那个今天这部影片过了以后，他会介绍这个牌组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怎么组。然后各位如果有兴趣，因为这副牌不贵嘛，不贵，然后它又是小人牌。大概多少钱组完的话？组完的话，我估大概是在1000块以内了。真的便宜哇！对，哎，真的蛮便宜哇！苍响现在组一组还是要几千，苍响一支目前大概400到500，哎，真的哦，一支大概是500，所以如果你一副牌的话要两支的话，就将近1000了，快1000了。对，虽然现在牌价都一直就是比较便宜，就大家可以很好的去玩，但是就是有些人可能哎，平常真的没什么零用钱，我觉得很适合，很适合。如果有抽奖的话，抽奖办法就是按这部影片的喜欢，然后分享出去，然后在下方留言，在下方留言你们最喜欢的宝可梦好了，然后还有你的具没有牌打呢，还是也可以，就是平常想要打什么牌之类的这样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是要来对决，哎，对决了，切牌，希望我们的切牌可以切得好一点哈。好，我正面。那我选，那我后宫，你后好，哎呦，好像还不错喽。你呢？一般般，一般还行。来开，加起，哎呦，右手进苍响，好，那我就先手填苍响，我先下底碟，我底碟抓一只角色，我等下跟各位讲，我是有用意的，我抓抽七博士，好，东鼠。那为什么我刚刚抓抽屉博士？最主要是我在压手牌，压牌库。嗯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主玩 TT 是主玩可以抓，对，抓角色再出来，然后又有钢能，对我来说是还行还行。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滑板，好，我先开接一啦，起那个 switch， 嗯，把 switch 苍响，苍响抽三，哎，没事，快递，我的牌没有说不好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没有说不好，但是也没有说到太甜。宝可梦通信，其实当初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也有点想煮。对，剑盾一还是在之前那一弹？没有这一弹的时候，我因为我在网络上看有人有那个，我就觉得好像有搞头。智慧星，好，发动智慧星特性，就是把手上一张手牌跟牌库上第一张换掉。哎呦，我刚刚顺便掷一下吉拉奇好了，单手正行。没行，哎，继续睡啊妈的！哎呦，发人物卡马奥，抓两张牌放到牌顶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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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上去，然后这回结束。好，换我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我不想值了。哎，钢补丁，回竹篮，丢一张。那我就马夏多。然后抽三，先击球丢一张，我丢那三神，我抓基亚奇再抓一只，嗯，哇，我真的卡能量，我就差一颗哎，靠背，差一颗可以上来打，上那个苍响可以上，基亚奇发基亚奇，一二三四五，啊，能量都在这里。有屁哦，钢补丁，撤退，加起税，
朱丹，畅想的第一张，拜托你了，哎呦睡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戏哦，有哦有，好，换我了，换你，抽一，然后我抽到灯火幽灵，然后它的特性呢，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一回合抽到，直接上场，直接上场，干掉，而且它变成一只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先发。神奇糖果精华水晶灯火灵，然后发动智慧性特性，然后那张也是你要的，我就不信那张不是。其实我那时候，假如我有玛丽，我出玛丽的话，洗你牌会有洗我牌，对，但是还不错。我刚刚手上的牌比较少了，对啊。好，然后我来发他的招式了。哎呦，他的招式就是翻牌底上五张牌，每一张宝可梦乘以六十点，所以我其实只要一张就可以把你接下来杀掉了。要，我就赌没有。哎呦。二干三四五两张，两张打死，嘣干，加起，然后我抽一，加起先上，抽一张，能量转移，两张，我给他两张，你知道我要干嘛了吼？你要开咒还开 G 叉呢？我想要来开个。我觉得我可以，我看一下我有什么需要的牌，然后下加起好了，然后来，不是，直接全弃，我全弃，应该会有吧？来看一下你到底丢什么东西。哇，我丢的东西可大了，极光能量，行行，我觉得还行，不差，然后场地，好。有时候真的要，因为我之前真的是太神，应该说之前太保守，不敢丢，不敢丢。哎呦，水嘛啊！来，那我换三神上，撤退。G 叉先开，好，我抽一。其实有风险，他下一回打我，看我就爆了。我真的有点难过。哎呦！换我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240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250，250啊，本身嘛，它底是十，250，上场，上场，对，有那啊，会有上，可以直接上场，是不是？它的效果就是，如果说被丢到700区的任意数量的火宝可梦，可以直接放到备战区。好屌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怎么把白蓬蓬往上？没有，它是草，所以不能放。哦，要火的，它是要火的。来，水灵马奥，丢两张嘛。对，丢两张，我丢两张，然后回复多少？回复120，所以是130嘛。然后你应该就上吉拉奇了。没有错。然后应该就是午睡啊，睡，拜托你了，哎呦，钢补丁，我钢补丁直接下，哎，啊我没钢能哦，靠腰，哦靠腰，我有，好没事，我钢补丁没事，好了，跟你回收，对，十八奈，哇，哇，这有点尴尬，哇，好，我先手填，嗯。然后弃一张，我弃头带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水蛮好，还是得开。那我就没你刚开对吧？对，我就撤退。对，打死。打死。好，两张。然后呢，能量三个填后排，一、二、三。快干了。对，我快干了，我要注意。我照理来说，应该我会比你早干的，结果我狂没有。昨天。是我目前说的。然后，名医，名医的效果就是我三回合有宝可梦气绝的话，我可以抽一张训练加一个宝可梦跟一个能量。有，都有。所以能量，宝可梦，水晶灯火灵，一个什么跟一个道具是不是？训练加卡。啊，训练加。宝可梦。然后，所以你这一个副牌的怪应该蛮多的。这副牌怪将近40张，
然后我再发暗知识进化。哎呦，哦，他算是不是？对，真的，我的天，下了当下就可以直接进化了。然后，我这是有的吗？对，我想说不要打两局赛，然后放智慧型特性，然后我来进攻了。干，一、二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已经死了。五，好，三张，三，不是吧？对啊，三一二三，六三一百九，是啊，一百三加一百九，已经死了。然后这张下场，然后我投三，下棋。吉拉奇，哎，我这一支吉拉奇上，好，哎呦，我觉得有机会打赢哎，有一点危险，你的枪响不能上来了，这边两张，干，对，我这样一三二收法，你就，我会爆，联手互换，竹篮那个，因为我已经占两只了，抓一个就好，七个能量，我可以打140。你真的填不出，对，六个，你至少要填到，你要填到六个，对，加你七个，说不定我有局会哦。你要怎么填到七颗呢？我先，没有，你要怎么填到六颗？你的能量都没放那么多了吧？对，水，哇，因为苍响是被火克的，对，我要想要不要放弱点保险？没必要，你不如放平底锅，平底锅比较实用，你还可以减伤。减伤减弱点，抽七博士，我等下如果不爽我就自杀。哈雷姆上啦，有点尴尬，撤退，不行，我还是得上，我一定得上。然后你撤退？哦，丢一人啊。哦，他没有，他是没滑板那一个。可是他刚睡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刚睡了。哦，撤退好，不能撤。没有，我刚刚就看你是不是滑板。哦，那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我有 switch。好，可以 switch 换。没有平底锅亏。哎，我换他上好了。水。对，可能要平锅，因为这一弹很多火鼠牌。这一弹我在牌店打比赛的时候，真的很多小小丑。小小丑的话，等一下我抓个牌，蛮多的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应该要那个？好了，我把。我那个先击球把抽气博士丢掉，然后超想抓直接下，因为会手酸嘛。对，会手酸。撤退，超想上，然后平底锅两个，平底锅金属点啊，不是金属那个，这金那什么钢普丁，证明它是金属碟，大家叫习惯。钢普丁，前两个人给超想，嗯，对。好，打死！哎，这么不信心。注意哦，注意。抽一。来，现在来颗能量。来。该做还是要做一下。对，免得以防万，免得有万一。嗯，手上是有能量，没错了。好，你只要两只，我就死了。智慧星。哎呦，有换有用哦。有换有差是不是？刚那个不是，是不是？刚那个是这个。哦，看火能是不是？好。水晶灯火，你发招啦！一张，两张，好开始了。三张，四张，五张，该被打穿，直接打穿。砰！两张强力卡。哇！所以我们恭喜我们的 Justin。哇！谢谢黑羽跟猫脚印。可以可以。哎呦，你之后开，看里面开到什么，那拍照给我们看。你家去隔壁就可以开。哦。不错，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对决。那希望各位可以看得尽兴。那我们还会拍一部，就是记号这个牌组。对，这个牌组还蛮多细节。对，蛮多细节。好，那可以去点资讯看，或者是后出，可能之后就可以看到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点喜欢。那记得去追踪我的 FB， 那我们我们没有，你没有对不对？我有 IG 啦，如果很想看的话。好，那就我分享追踪 Instagram， 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